就好，今日就我的解说就到这。若是拄仔咧讲的过程当中，就麻烦着各位先生，请各位先生会当注意原谅，也是等一下甲学合指导一下嘛，吼、哦。嘛，望请先生注意开始。恭祝各位先生发起上万，身体健康。本列讲师慈悲，言道中，尊道中，我们再见。接下来我们一般的结语。